and specifically when thinking about couple relationships. So decision-making power is one of those areas. So to be able to decide for the couple what the couple will do. Probably not rocket science. Kelsey 去上课了，这是我的朋友 Kelsey。嗨。由于疫情原因呢，学校将大部分课程都转到了线上，但是仍有一小部分是在线下举行的。现在我们要去上的 EDT 就是其中一节。Student Center， 然后我准备跟另外几个小伙伴一块儿，集合，然后做我们的 group project。去二姆的狐狸吃饭吧。好呀，好久没吃他们家的牛排了。好呀好呀，我真的好久没有去二姆上 student center 了。从 Student Center 出来了，然后 Cindy 说她一会儿要去图书馆借一本书，然后一起学习，走吧。现在呢，我们就要进入这一个我们的健身房了。然后这里是它的，就是每个人必须要戴口罩，然后还要保持6英尺的距离。然后呢，这里刚进来就有一个消毒液，所以我们进来之前先把手消毒一下。这里就是我们的温度探测区域，所以呢，这个就是一个温度探测仪，然后我们每个人就可以测试自己的温度。看一下我的温度是多少，97.7的温度，所以这个温度是很健康的。因为新冠疫苗接种得很好，所以大部分设备都已经打开了，这有很多的消毒设备。然后你们也可以看到每个人在这里都戴着口罩，然后不同的房间呢，它会有不同的限制的人数。从阿胖逛到了我们吃饭的地方，然后我们约了朋友在这家餐厅吃晚餐。现在就是吃完饭之后回家了。
结束了这个繁忙的一天，现在准备睡觉了，跟大家说晚安，晚安。大家好，我是 ISSS 的金月南老师，还有不到四个月的时间，我们就要迎来秋季学期了。相信大家在经历过几个不同寻常的学期之后，对回归正常的校园生活都充满了期待。这次我们邀请了几位在 Oxford 的同学，以视频的方式记录他们最近的日常，也询问了一些大家都很关心的问题。我们来一起听听他们的回答吧。回到 Oxford 有多久了？我从去年一月份疫情开始在全球爆发到现在，一直留守在 Oxford。 去年的三月份疫情刚在俄亥俄州爆发的时候，我回到了我在高中的寄宿家庭的家里，和他们一起居住了大约九个月，然后在今年的一月份重新搬回到了 Oxford。 如果你从疫情开始就留守在 Oxford， 今年感觉到有什么变化吗？我感觉到最大的变化就是当我开车经过校园的时候，路上的行人变少了，然后车流也没有那么密集了，校园感觉就空荡荡的。自从疫情开始了以后，感觉 Oxford 的街道上少了很多的人，很多的社区活动以及学校的活动都取消了。近期新冠疫苗向全州开放了，你接种了吗？俄亥俄州是3月29日向全民开放的接种疫苗，然后我也成功约到了4月1日，接种强生的疫苗。现在很多州都开放了对疫苗的接种，然后我在前几天也到学校的 Health Center 接受了辉瑞 Pfizer 的第一针，在打完疫苗以后稍微有一点点不适，但是现在已经完全恢复了。你觉得现在的校园安全吗？学校采取了很多的措施来保障学生的安全，比如说随处可见的免洗洗手液，大家都有保持一定的社交距离，然后路上的行人也都会把口罩戴上。相比于上学期疫情刚开始爆发的时候，这个学期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安全的，现在也有很多的学生和教职工也都接受了疫苗，所以总体来说是比上个学期要安全很多的。你最喜欢的校园生活是哪个部分？我最喜欢的校园生活是能与教授进行面对面的交流，然后下了课能跟同学一起约着去食堂吃饭，然后结束了一天的课程之后，我能够参加社团的一些活动，然后放松自己的同时呢，也能交到一些新的朋友。我最喜欢的校园生活也许就是社团活动了，但是自从疫情开始以后，我能够参与到的学校的活动就越来越少了，我现在非常非常想回归到正常的校园生活，我希望能够正常的和同学们一起在课堂上面讨论作业，然后能够面对面的学教授所教的知识。你还有什么想对在国内的朋友们说的？随着越来越多的学生和教职工接种了疫苗，我认为很快我们就能回到从前正常的校园生活，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呢，能在学校见到各位，无论是老朋友也好，还是崭新的面孔，麦大都欢迎你们回家。为了保证学生校园生活的安全，我觉得学校也做出了很大的努力，然后未来有很多值得期待的活动，学校也正在筹备当中，所以我相信麦大的老师和同学们还有校园都非常想念大家，如果你也想念麦大的话就回来吧，欢迎回家。